所谓的复发问题呢，因为我们的基础的器官已经切除了，所以它复发的机会就是没有场所了，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很少的。但是以前呢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为了应病人的需求，曾经流行过一种术式，就是把胆囊拉开，把石头取出来，再把胆囊缝好，然后再关腹，有这么个手术。但是呢，以前我们也提到过，胆囊的结石到底是因为炎症导致的结石，还是结石刺激产生的炎症，这说不清楚。胆囊切除以后，人体照样还会分泌胆汁，因为胆汁是我们肝脏分泌的，经过我们肝脏内的胆管收集，然后到刺激胆管，到左右肝管，到肝总管，然后呢，如果要现在有用，它就直接经过肝总管往下进入胆总管，进入肠道去产生它的消化功能。但是如果现在没有用的时候，它会有一部分胆汁直接流入到我们的胆囊，在胆囊里边储存，然后在必要的时候，那么它通过胆囊的收缩迅速地排到胃肠道里面。